Okay.我们应该在现实中入睡，或是从梦境中清醒。现实未完待续，梦境还等在那里，理想生活才正要开始。现在青云其实有一点忐忑，这礼拜的喉咙状况不是很好。前几天的练团是整个再见 say goodbye， 道刚的彩排声音状况当然是有好一点了，但是呼吸的状态很不好，没有恢复到100%。好，讲这些都是打预防针啊，不随便啊。但是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不然本来就是直接取消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本来真的唱不了，所以我希望他可以维持到上台，维持到表演完。对。大家今天还好吗？因为今天的地震。有人 take 我说他们的高铁可能来不及，就是因为高铁有停驶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平安的在这边，就是已经是今天最好的日安。今天我们还是如延期的举行了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。讲的好像 ending， 有很多专辑的歌会是在这边首唱，日安就是第一次首唱，还有一些我比较讨厌的歌。死都不唱的歌，今天也不会唱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都专场了，今天还是我硬唱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专场最大的福利，专辑那个首唱这样子。没有续订，故事还等在哪里？听到他的 demo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。我当初还讲了跟葛大讲了一句话，我说还是这首歌我就不要收了，因为我觉得他唱的比较好听这样子。可是后来又觉得不行，这是柯柯要给我的歌，我想说我把它收下来，能唱这首歌的话也是一个缘分，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幸福这样。好像有一次，反正你帮我录了一个 ID， 就是给我发专辑的祝福之类的，然后你好像有说，哎，还是要不要来合唱？就是你讲的这句话，我突然想说，哎。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如果我现场表演我的《飞翔》，好像因为我太想让大家听到隐藏这首歌的感觉是什么。这个演唱会确定要办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不是我第一个人去？可是我说一定，我一定要是有柯柯的，一定要，因为我要让大家就是听到一个不一样版本的《飞翔》。阿时候他就有稍微展示一下那个腔样，可是他刚刚在台上有更腔，他在台上有更腔的一个趋势，可是看到他这么放松的这个状态，我就觉得哦，那我就放心了，一耍腔啊，一起玩啊，从此没有了，从此没有，这是一个新的蹦出来的一个版本，我觉得很好听，很好听，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版本，谢谢你，你唱超好，没有，你唱的更好，你唱的。你唱的，再听一次是不是？我是 OK 啊，也不会太突然。不会吧，我很 OK 的。那我们转一下 key。我的心要自由的像个孩子，在街上的时候却那些伤痛和回忆。君跟你曾说过的话。
上次秀慧姐的那个反应很好，大家很喜欢这种比较疯疯癫癫、很台的曲风跟很台的一个舞台效果。秀心姐的辣妹驾到，一直是我在 KTV 也会点来跟朋友在那边闹来闹去的歌，就想说，哎，如果有一天可以把这首歌也搬上舞台。他其实埋在我心里面很久，每次有演出我都会跳出辣妹驾到，辣妹驾到跳出秀心姐跳出来，这一次就突然觉得，哎，感觉到了，请你看秀心姐，再讲错，秀心姐就请到了。他有把他答应你？有哎，那时候心情真的很好，就觉得这一切完整了，今天我也很期待在舞台上面的完成会是什么样子。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找嘉宾的时候，我心里会有点害怕，我是一个嘉宾不喜欢硬找的人，我真的我就只有冒出柯柯、秀清姐，那如果他们不要的话我该怎么办？但好险，真的很感谢他们直接答应我，真的是爽到死。我觉得秀清姐很妙哎，因为她彩排的时候，她就一直拿她一个手机在拍，她想要记录这一切。她很会操控，她是用外镜头在拍我，拍拍拍，换她自己上的时候，她这样转过来拍自己。哎，她对很准，因为她的镜头都没有歪掉，对着自己，然后这样看我唱，看我唱，然后就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。我心想说，什么意思？是我要帮她拍吗？这样拿给我，我就说哦，好好好，然后就这边帮她拍。她很疯，她每一段歌词都配舞蹈，有嘞有嘞，有什么辣妹架的，她自己在那边跳跟什么？我心想说。我今天有点比阿峰，我今天想说秀慧，我今天想说秀清姐，她都已经拿出是百分之百的风度，疯癫的疯，我等一下给她形容。浪漫下到天阿公拜托音乐进车掉都不是说玩疯一点吗？我想说 你也太疯了吧！哎，我都25岁了，你就给我让。他们走跳秀场这么多年，一定会有一定的功底在。可是我没想到他是真的是一个接一个，以为他要 ending 喽，雷欧再接一个新的，要开黄腔也可以，不开黄腔也可以，就是随时随地信手拈来。我真的太佩服秀场歌手，好爱秀心姐。两个嘉宾我都觉得。演出非常非常的完美。人海里，我背光旅行，与影子为邻。背光的风景里，却让我看见光明。我觉得有一些小惊喜可以安排在台中跟高雄场里面，所以希望你们已经看过台北场的，然后如果你们有朋友在台中跟高雄，赶快催他们买 ，OK？ 不要真的办了，你们不买，我真的会翻脸。你不要以为我不敢取消，大家现在都敢取消，但是我会赔钱啦。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好吗？谢谢。然后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平安安的，然后希望也不要有什么再有什么疫情啊，然后灾情啊出现。好的，我们的 CreLive 专场真的实现大家的愿望，跑到台中跟高雄场了，会在9月24号早上11点开票哦。如果你之前还在那边哦，住高雄好远哦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住台中，台南太远了，不要再讲干话了，直接给他买下去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们真的为你开台中高雄场，你真的再不来，我们看到票房的话，我脸绿掉，大家都绿掉，绿到爆，不要绿，我们不要绿，我们要红，我们要旺旺，红红火火，9月24早上11点支持 CreLive 的台中场跟高雄场，赶快去买。